曾经表明党性命的，你走不掉了。好啊，那你们就转告曾凡博，当初就是我盗取他的情报，让你们北洋军阀的部队在饶平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。 我还利用秦天和曾思家的关系，从他们那儿也套取了很多情报，就连蔡万生丢失的机密文件，也全是我偷的。哼，我把他们全都骗了，我把他们全都骗了。你去死吧！ 里面没有我们的人，刚才保出去的，也不是我们的五号联络员。我也看到了，背影很像孔令宇，还有其他备用接应地点吗？有，跟我来。先生。
人还活着，陆克，你看这个，沈梦丽的怀表既然在别人的手中，就说明她已经牺牲了。那孔令宇呢？还有浪，他们又会怎么样？这个现在很难判断。他现在的脉搏微弱，得赶快把他送到医院。也许他能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。 小心！再逃走，我掩护。不行，我被他弄跑。再说我是神枪手，相信我。听我口令，一二三。 他已经没事了，顶多十分钟就会醒过来。谢谢大夫，请问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个呀，已经被召集了。红彤，你过来一下。藏在怀表里的，但这绝不是五号联络员留下的。这是孔令宇和我的联络鞍马。 麻烦你再把当时的情形详细的跟我们说一遍。当时我都被吓傻了。现在想想，应该是下午3点左右。哎，先生，请问现在几点了？怎么，你的表坏了？我没有表。 但是我觉得现在应该是3点钟左右。啊，谢谢，不客气，小心。 说，你是不是来接应他的？接应什么？你们是什么人？刚才孔令宇就是拿这块表跟他说话的，一定是接头职务。看来他不是接头的人，但是我们可以利用他和这块表杀掉接应人。对。